我叫罗子昭，在纽约曼哈顿的普教会院担任主厨。今天想做一个白雪长龙，它的特点就是很精神很健康嘛。这个龙虾好像藏在雪地里那种感觉似的。因为龙虾它不管怎么新鲜都有一种土腥味，我们通过那个姜葱爆一下，浇点料酒，就用水去把它灼一下，然后把钳子的肉也掏出来，然后呢那个龙虾肉也是很关键，拿生粉跟海盐稍微腌一下，主要是保持它的那种爽滑还有嫩鲜度，一定要保证。这道菜呢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就是蒸那个鸡蛋的时候，清鸡汤还有牛奶，清鸡汤要热的，那个牛奶也要蒸热它，打的时候打得越均匀越好，倒进去蒸的时候呢也要过滤一下，保证它没有颗粒状。盘子首先要预热一下，要蒸3分钟，就是一定要保证它很滑，就跟吃那个嫩豆腐一样。这个龙虾肉也是很关键，拿点姜葱水呀，拿点二汤浸它，浇点料酒以后就用水去把它灼一下，浸它15秒就熟了。蒸完以后就把那个龙虾放上去上面去，用点西兰花蔬菜配一下那个红。这个菜的特点是非常的健康，主要突出食材的鲜味，就是食材的清香味都很微观的都能闻到它的什么样的汤啊，什么样的牛奶味啊。蟹黄跟那个龙虾肉配合也是相当美味的。用鸡蛋清清鸡汤浇一个芙蓉芡嘛，我们叫芙蓉芡，浇在上面，就是好像有雪花飘来那种感觉吧，有一定的寓意啊。这道菜呢就是红白绿相间，看上去很精神干净，也挺喜庆嘛。龙虾味呢它是有很有层次感，虽然说混在一起，但是互不干扰，特别漂亮。